换衣服。哦，没事。你要的东西应该就在这盒子里了，我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。既然你说爽快，我可以给你。拿去吧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没想到朝轩竟然这么轻易的就把婚书还给了我，那我之前那么多的准备都落了空。还有什么事？这个玉佩是你爷爷放在我爷爷那里的，是本该属于你的信物。既然你把婚书都已经还给我了，那这个玉佩我应该还给你。子姐。